乖乖回来了。我下周体重考。哎呀，早点考，早点完事儿也好。你咋这么红着？我在家里健身呗。我先去洗个脸，等会儿给你个惊喜。只要别是蜗牛就行。不会不会的。你说好多汗。小爱同学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给你炸！对呀、啊，你小爱这个动物追踪锁链，他自己放在洗手间了，他还说他在学校丢了。他没在学校丢了。看看你的艾拉在哪儿，跑哪儿去了？嗯，你小爱这个是企鹅，名字叫艾拉。哎，他又回来了，我那个蛋儿！看一下，他在南美洲这个部分，他在大西洋。嗯，好可爱。你想买个手链？我也买了一个哟，买了个运动手环。你想要？明天就到了。我用来监测心率跟睡眠的，你这么年纪轻轻的，你要那个干啥？我也想要。啊，到时候我俩换着戴，好吧？哎呀呀呀，爸爸又给你小孩买了啥好东西？爸爸给你小孩买了凉皮，还有啥？烤面。哎呦，好好吃，长力气。刘小爱，你中考体育考啥？体育中考考800米，50米，跳立定跳远，然后体操作为体验区，大概就这些吧。这么多呀？那你要加油啊！然后去泡脚了。蛋糕好好吃啊，但是我不吃。你应该挺爱美啊，又买新衣服又这个的。啥？又健身的？不行啊，你现在都长大了，需要你自己的空间了。我也要开始关注我自己，我不能天天盯着你。我天天盯着你的话，你对我一点都不好。哦，好好。这帽子不能要了，抓一大把掉门儿。好舒服呀，泡着脚贴着面膜。喂，你好。又想来害我，滚滚滚，别来谋害我。我好不容易瘦一丢丢，今天刘小爱他们隔壁还说我，哇，这是哪个青春美少女啊？隔壁老妈妈是眼睛不太好呀。哼，你不想要有个漂亮的妈妈呀？人家夸我，你还不高兴了？我再瘦一点，我就可以穿你衣服了。